据媒体报道，韩国44岁男星朱镇模因拍摄电影古装剧打开了知名度。他上周六与有一届金泰熙的医师女友闵惠妍在济州岛举办婚礼，虽表示仅邀请家人和亲近友人参加，不开放采访，但昨天一主播金贤玉抛出现场照，嘉宾豪华程度更胜颁奖典礼，包含宋仲基、张东健、黄正明、池珍熙、邱慈炫与老公于晓光、安胜基等人都到场。宋仲基和张东健都是因拍戏结缘朱镇模。据了解，宋仲基与张东健近期一直都在为新剧做宣传，得知好友结婚，两人忙完立刻飞往济州岛，一同为好友献上祝福，可看出与朱镇模的好交情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